好多攞咗慈青日邀请卡嘅人，佢哋都想好似置身喺慈青日一样，谂起慈青日嘅次数比正常人多大概十分之一，系十分之一。佢哋会每隔一阵就有置身喺慈青日呢种感觉，系每隔一阵就有呢种感觉。例如瞓觉嘅时候都会谂起慈青日。聊天的时候都会围绕住慈青日。吃饭的时候都会想起慈青日，是每一刻都有想去慈青日的感觉。长远来说会出现慈青狂想症候群，就算慈青日完了都会挂着去的。